Hello， 大家好，我系罗家豪，欢迎各位嚟到黄子华栋笃笑记者招待会，有冇啲欢呼声听下？子华够唔够大声？我觉得，多谢，够唔够大声？大声啲啊！对面嗰啲朋友咧。記者招待會咧，大家都非常之清楚睇到咧，就係黃子華棟篤笑呢個活動啦。咁咧，相信大家對子華都唔陌生啦。除咗電視機上面成日見到佢之外咧，舊年咧子華都親身嚟到澳門咧舉辦咗一場叫元大愛元快樂嘅棟篤笑啦。咁今年咧因為見到反應熱烈，追加咗一場咧叫做兒童不宜嘅棟篤笑。咁咧大會就見到咧反應非常之熱烈啦，門票咧好快已經賣曬啦。所以咧就加開咗6月14號。 一場咁咧，現場咧未買飛嘅朋友咧，記得啦，快啲去廣星嘅國門市部咧度託飛啦，因為咧據我所知呢個門票咧應剩翻好少咧。咁呢個時候咧，相信大家都等得好心急啦，不如咧交個時間俾子華，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唔好啊？大家好，大家咧一路沿路行嚟咧都有啲捐款箱啊，好似呢位啊咁樣，係俾呢個四川大地震啊咁樣嘅。咁啊，今日。 希望大家又可以有一捐下款俾四川啦，又捐下款俾我啊！咁然後我又捐下款俾四川啦，係咪啊？咁啊，我上係幾耐之前嚟過啊？12月嚟過，咁嗰次我有少少遺憾嘅，因為嗰次表演個場地嘅音響有少少問題，所以我話我一定要再嚟澳門再做一次，咁啊做一個大家未睇過嘅 show。 希望咧呢次會俾大家一個我正常之下嘅音響效果咁嘅表演，好多謝大家今日嚟。Thank you very much。咁喺呢個時候咧，相信咧各位咧好多問題咧想知道咧，要問阿子華咩呢個時間咧交俾咧現場咧咁多嘅記者朋友咧，有咩問題咧同子華發表一下嘅好嘛？喂，就嚟啲薄啲。 我想問一問阿子華咧，喺香港嘅演出同喺澳門嘅演出分別係點樣咧？或者嗰啲觀眾嘅情況係點樣咧？因為你曾經試過喺澳門演出過啊？其實都係一樣好熱烈嘅。咁特別喺上次嘅表演，我係覺得澳門嘅朋友啊都非常嘅支持我嘅。雖然係因為我真係不停強調，我上次喺澳門嘅演出係我呢世人最困難嘅一次，因為音響嘅問題。 咁但係我本嘅朋友都非常支持我，我可以再翻嚟咁做嘅。咁如果我唔係覺得大家咁熱烈咁支持咧，基本上我係唔敢翻嚟嘅。嚟咁睇下，仲記者朋友有問題嘅？同大家講明下，呢個 show 咧叫兒童不宜，你係兒童嚟啊？你係今日見我好啦。 當日冇見到我，<笑>兒童不宜，你當然啦，好多大人都其實係一個兒童嚟嘅，咁嗰啲係兒童係適宜嘅。好啦，咁咧睇下有冇記者朋友有問題發問啊，或者子華你睇下有咩需要再補充嘅？我諗大家冇咩要問啦，大家對我都好清楚噶啦，有咩唔清楚咧，嗰日咧會講得好清楚啦。咁不如我哋開始今日嘅。 我哋再呼籲多一次好嘛？咁咧，係啊，6月13號有第一場嘛。咁咧，6月14號咧，第二場咧，現場有邊個未買飛咧，快啲去廣星買飛咧，因為咧我知道咧，門票咧剩翻好少嘅啫嚇。咁呢個時候，我知道好多 fans 咧都攞住一個呢個活動嘅一個紙張咧，就準備去排隊嚟攞你個親筆簽名嘅。咁咧，應該咧幾多手秩序啦？攞咗籌仔嘅fans 們咧，就逐個嚟啦，好爭先好。